主页每道菜都很详细，就是一本活菜谱。当你不知道吃啥做啥，关注我，随时来我这边找灵感。这句话成为我的口头禅。芝麻用心出教程，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学会。豆腐作为最常见的食材，怎么做更好吃呢？先在其表面撒点盐，腌制十分钟，再均匀的裹上玉米淀粉，沾上鸡蛋液。煎豆腐不粘锅也是有技巧的哦。先把锅烧热，下油润锅。下锅之后不要马上动它，让它底部先定型，边加热边旋锅，让它受热均匀，煎至两面起酥金黄，这种效果是最棒的哦。葱蒜辣椒末淋油呛香，调料下生抽盐，加少许白糖提鲜，搅拌均匀，调成酱汁。赶紧悄悄告诉我，这样的豆腐你能吃几块呢？